上失误了，不应该来。重点是蛋黄头有没有夜宵吃？哪个是陈女士？都姓陈。三个都姓陈。今天阿娇带着水果来看我，然后呢，我也得弄点水果招待她。番石榴，其实我弄的这个梅子番石榴是挺好吃的，真的好，很好吃。是吗？就番石榴啊，弄那个梅子啊，很好吃。等一下你尝一下就知道了。这肚子也太肥太大了。这是我婆婆种的豆子，要给我女儿吃的。有的那么小，有的那么大，我第一次看到长得这么大的一个豆子，第一次看，正常看的黑豆都是这样子，第一次看这么大的，天哪！好吃吧？嗯嗯。去哪来吃辣椒？我说的是实话。哼。刚睡觉你还偷拍，赶紧睡觉去。真的，我不骗你的，阿伟每天都是，啊你还不睡觉？嗯，我就要等他那个被窝热了软了才进去。马上走，他在太阳在这里，意思就是我们谁叫你们两个要单身，不要在我们面前秀恩爱。我就要秀，我有这个本事，我有这个本事。我本来穿短袖出门，我想算了，等一下说我太牛了。你别等一下着凉了，我跟你说。很热。你说啥？去漳州？啊，不是、啊、那个角门。那就是漳州，谁开车？主要是怎么去？我低血糖，我开不了。我高血压，我没办法。我腰痛。还有一个人。那边哪有一个人？我腰痛，我也腰痛。你干嘛去？阿娇腰痛。没有，我脚痛。他低血糖，他高血压，我今天刚去医院刚回来，我脚痛，血糖，那我们散步去吧。阿伟等我们回房间睡觉。散步，你们真的是过分挑豆子啊！哎，你好像很想去吃那个，就是蒋梅那个拌面哈、哦。嗯，一直看我们在吃，对吧？对啊，说要不要去？哎，谁开车？都跟你说，昨天去医院刚回来，低血糖，没办法，我现在口还在眩晕呢。那、这边找个男人过来开车来。就你啊，最优秀。这话讲的。没得选了，优秀的那个关农的嫩肚皮。你问一下阿娇明天有没有关农？我跟你讲啊，这个夜宵能不能吃成，就要看阿伟了，他愿不愿意开车。这个你只要负责开车，其他你不用管，好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。前提还有一点呢，我要告诉你们了。啊？我9:30之后，我一口东西都不能吃啊。那你可以看我们吃啊。现在十一点了。那你不要去。我明天要去医院呢、啊。那我看你们吃，我肯定不去啊。你们两个去就好了，再见。嗯，不去了，那没意思啊。对啊，少了我，你们生活也不精彩，也不热闹，对不对？要去一起去。你要是阿娇，肯定说啊，那你就别去了。刚洗的头还没干，怎么这么了解我呢？哎，明天吧，明天我可以吃。什么？什么表情嘛？一点无奈的样子。我不化妆的时候就好看，我就是不能化妆。不会啊，我确实很无奈，来玩就来玩嘛。这一袋又一袋的豆子拿出来让人家挑，他是叫你来干活的。好像失误了，不应该来。重点是蛋黄头有没有夜宵吃？有，你有，他没有。哦，我要不吃，我要减肥，我胖好几斤。阿娇，你现在有没有150？不要讲话好吧？你会被影响我晚上的睡眠。夏夏，嗯，你不化妆比化妆漂亮好多。对，我很多人说我不要化妆。其实你化不化妆都很漂亮，你没发现？没有，我你看这种人，你看。不是我讲实话，你为什么要打我？是啊，很多人说不要化妆，我也很少化妆，几乎不爱化妆。我比较喜欢素颜。我觉得我有点看不惯你家，我没办法。打他，我也看他不舒服。哈哈哈！怎么了？几位美女来？给你们送外卖了。哪个是陈女士？都姓陈。三个都姓陈。三个都姓陈的，来来来，上桌来。阿娇不要，
阿娇肥啊？阿娇减肥，你看我们两个都比阿娇还要瘦。阿娇，我给你买了，你不吃怎么行？快点，来我家了，不吃不行，快点快点过来吃。我跟你说，我们两个太苗条了，阿娇就看到我们两个苗条了，不想吃，她要减肥。快点，阿娇，你看都给你买过来了。她真不吃，她今天真的吃了很多。说实话，这个我知道。你慢慢喝水哈，白开水喝到饱啊。去吃吧，反正长肉又不长我什么。真不吃哦，我就不勉强你了。你今天吃大餐，我知道。对。我现在已经是不吃宵夜了，然后呢，吃不下，你慢慢吃。这是给你买的。我吃不下。那咋办？你吃。阿娇。你吃完了，你叫阿娇吃，我揍你哦。我没吃扁食。你喝了汤了。我喝汤，我没吃扁食啊。你好意思？别人吃过你要吗？哦，拍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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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要走。再见，对，要走了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慢走啊，阿娇，那个啥，厨房还有一袋。哎呦，阿娇过来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看一下我们三个人的腿呀，一下走了。阿娇赶紧跑，看到没有？过来你们，我过来，我从不知道他腿这么小一只啊，你看他的腿好细啊，真的好细。你那个大腿骨肌没？你是瘦了多少啊你？没有啊，啊？好好说话啊。太瘦了，太瘦了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阿娇。他原来真的跟你差不多，瘦了很多。你要问他怎么瘦的？我现在很超吗？我就想问你。没有腿比一下。不会啊，他也很好啊。来来来来，给你们来个特写来。不是，主要是我身高在这儿了。你又想说别人矮、就是不是？我身高在这里，如果我腿太细的话。也没高多少啊。他不怕啊，你不怕啊？你不要讲话，让我回去睡个好觉。人家那种叫什么叫丰满，我们这种叫什么啥都没有。哎，这句话真恐怖。走走走，拜拜，干杯。太慢了哦，改天过来。好。嗯，佳伟要不要送你回去？你再送他们。我走路回去。我们走路。拜拜。看一下路边上有没有帅哥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捡个小鲜肉啊！改天请我喝喜酒哈，好忽悠人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他们这种就是单身不想找，然后嘴巴又要说啥，哎，你都不给我介绍一个，哎，这个这样子，这个那样子，真的是无语的都，就搞不懂单身有啥幸福的。你看我跟阿伟是不是，啊，生病了有人照顾，对不对？开车有人换着开，不用自己一个人开，这是多幸福的一件事情。是不是大家是这样子？是不是？是是吧？是赶紧剪辑视频去睡觉。OK。哎呀，我要整理啥？我要倒水。